那我们是东京走桥，我是鲍勃，是文。我们今天来到浅草，要来吃天洞马萨鲁。这家店在塔布罗库上面有3.65分，这是浅草附近评分最高的天洞。这家店呢，小小的，大概只有15个位置，但是呢，整体感觉起来非常的日式复古哦。这家店啊，虽然就是位置很少，但是却没有那种拥挤的感觉，坐起来还蛮舒适的。今天真的是海鲜天洞，这边有一只虾子，然后这边有一只鱼，然后这是一条很大的蟹子鱼。那我们首先来吃看虾子，它那个炸虾的那个皮啊，就没有炸很多，所以还可以吃到那个虾子的原味。试一下这个蟹子鱼吧，超级大一条。蟹子鱼的肉质啊，跟鳗鱼有点像，但是我觉得它比起鳗鱼再更有一点点嚼劲，然后配上它这个薄薄脆脆的面衣，然后还有甜甜的酱汁，很好吃哦。要来吃一下这条炸的鱼吧。那鱼一样啊，吃起来可以吃到那个肉质有一点弹牙，然后蛮新鲜的，没有什么腥味哦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天洞马萨鲁，我是文，鲍勃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